嫂子，我刚发工资了，这月生活费我就不交了啊。小姑子在自己嫂子家住，还要什么生活费呀？这要是传出去，人家不笑话。就是。哎，嫂子，你洗衣服啊？哎，正好，咱我也去洗。行，这个绿色衣服啊，50，红色的100，这黑色的60，一共220，拿来吧。洗我的衣服还要钱啊？那当然了，我靠自己劳动赚钱，你要是嫌要钱，那就别洗了。哎，嗯，吃饱了？嗯，好吃吗？太好吃了。行，那好吃给钱吧。这个红烧肉50，下辣的鱼18，这个呀15，这个29，这个60，一共啊给我250就行了。我在家吃饭也要钱？那当然了，这些菜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，如果你不想给钱啊，那你以后就别在家吃。想吃啊，拿钱来。我非得要钱啊。那当然了，这我花钱买的，这么香，30包，多种口味。多少钱？1箱20。哎，小妹，你在算什么呢？我算我这一个月给你多少钱了，比我交生活费还多呢。那你慢慢算吧。嫂子，这网上干什